阅读服饰会。这本书在写的是我当志工然后去了甘肃、青海、新疆这三个地方看到的一些故事，就觉得很想看看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，让台湾的就是青年学子都可以就看到不同的世界，赶快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。周三晚间10点，精彩的对话尽在阅读服饰会。